坐下，不要忙。今天不见，还有明天。他终究非见我不可。我们姑娘就来，那两位久等了。不要紧。翠萍，客人呢？在这儿呢。嗯。姑娘，这位想必是红巡案，这位是这位是何将军。洪大人深夜过访，不知有何见教？我有几句重要的话想跟董姑娘说，能不能借一步？请。洪大人有话请说吧。嗯，摄政王趁我来江南之便，叫我来看姑娘。摄政王？嗯。你是说多尔衮？摄政王久仰姑娘芳名，只恨无缘一见，想请姑娘进京去盘桓几日。哼，洪大人还嫌官做得不够大吗？功名富贵都有了，不必在这些事上来巴结摄政王。我是为了天下的苍生。洪某投降清朝是出于不得已，并不是贪生怕死，更不是为了功名富贵。佛说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洪大人在地狱里头救了多少人呢？姑娘总还记得，已有年南朝覆灭，渔王多夺大军渡江，扬州市嘉定三土杀了多少人？可是自从洪某来到江南，你问问江南的百姓。那是因为天下已定，满洲人要收拾人心。姑娘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要不是洪某以礼担当，江南哼，早就糜烂了。皇帝是个好皇帝。好皇帝？嗯，我教他念了这么些年的书，知道他一心想打破满汉的界限，我乃大权不在他手里。多尔衮兄弟和满洲的亲党就知道压迫汉人，剥削汉人。
上恭俭好学，爱民如子，最难得的是他倾慕中原的文物，皇上一决意要所有的满洲人什么都跟着咱们汉人学。可是洪大人要我去见多尔衮，这与天下苍生又有什么相干？怎么没有相干？现在满清的政权都在多尔衮手里，要是多尔衮肯听姑娘的话，那汉人岂不是要少受好些苦？要是你能劝多尔衮早日归政，那时皇上大权在握，满汉的界限很快的就会消除了。想一想我的话。小婉哪有这么多话跟那些狐狸说呢？那些狐狸走了没有？姑娘跟他在楼上书房里说话呢。小婉真胡闹。叫我怎么能相信你呢？好，那我告诉你一件事。去年中秋前后，茂先生是不是接到礼部的文书，要他进京准备召见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据毕江说，不但是他，就是他的几个朋友都接到了文书，后来谁都没有去。那时茂先生辞病不肯应召，事情也就没有下文了。姑娘，你可知道？是洪大人暗中帮忙。若不是我从中周旋，你总该知道满人对汉人不肯听命应召是怎么个处置。毕江是誓死不肯出仕新朝，还要请洪大人始终成全。其实茂先生他们这些人的安危全在姑娘一个人身上。你是说要是我不肯去见多尔衮，毕江他们就免不了有麻烦？你要去了，什么事情都没有了。姑娘要是肯答应进京的话，在公在私都是一件好事。要是我答应了，大概在什么时候启程？官船在江边恭候，就等姑娘的回音，打算最迟在三天以后开船。毕江，我想你还是上去看看吧，别出什么事儿了。我还是上去看看吧。小婉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姓洪的走了？走了。洪承畴跟你说了些什么？说了些什么？到底跟你说些什么？他叫我进京去嫁给多尔衮。什么？会有这样的事情？你怎么说？我已经答应了。
不是开玩笑吧？我们只有三天相聚，以后天南地北，恐怕再也不能见面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马上就要动身进京。小婉，你，我知道你们会看不起我，骂我贪图富贵，骂我负心不义。趁现在大家都在这，你们骂吧。小婉，难道你就凭洪承畴的几句话就把我们的盟约轻易的毁了？我不信你骗我。一个风尘女子等的就是这个机会，现在机会来了，我为什么要放过呢？好，很好，原来我冒鼻江高攀了。进京太委屈了。不，我是应该去的。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了。我以为遇见了茂公子就有了归宿，没想到正在这个时候洪大人突然的来了。这是天意，我只好顺着天意而行。像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女子，能够为天下的百姓出点力，做点事情，在我是义不容辞的。哦，洪大人来了。洪大人。嗯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洪大人请坐。嗯，这是我外甥女儿，叫戴子，来见过董姑娘。拜见董姑娘，不敢当。过来。坐。他父亲本在嘉定为官，只因忠于先朝，除他幸免之外，全家都被清兵杀害。戴子自幼跟我读书，人也机警，我想让他做你近身侍女，以便以后替我们暗中传递消息。恐怕太委屈了他了，只要能替父母报仇，就是死也甘心。好。洪大人拜见王爷，二人下轿。
是王爷吩咐请姑娘更衣。什么？更什么衣啊？旗装。我不换。姑娘明鉴，这是王府的礼法，您穿汉装，不能，我是汉人。可是您，姑娘说不换就不换，别再啰嗦了。奴才是怕王爷怪罪。要是王爷怪罪，由我一个人承担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扎。董姑娘，回头见到了王爷，你可要随和点儿。是，我知道。刘王爷驾到！洪承畴叩见九王爷。起来。谢九王爷。洪大人这次巡视江南一路多辛苦了，应效犬马之劳。董小宛呢？在殿内恭候九王爷。禀王爷，奴才再三请董姑娘改换旗装，董姑娘执意不肯。哦，洪大人，你没有把我们的大清礼法告诉他吗？请九王爷恕罪。哼，胆子倒不小啊。董小宛拜见九王爷。起来。谢九王爷。国色天香，民不虚传的。洪大人，改天我要好好谢谢你了。谢九王爷恩典，请九王爷恕罪，臣要告退了。好，你该回去歇歇。九王爷抬爱，小婉感激万分，但不知九王爷把小婉换进京来有什么吩咐呢？怎么，洪大人没跟你说过吗？小婉虽然不幸沦落风尘，但是身子还是清白的，要是不能明媒正娶，小婉宁死不从。好吧，明天我请洪大人选个好日子，邀请满朝文武，咱们热热闹闹的大办一场。哎、啊。
谢九王爷恩典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这有什么可谢的呢？啊，请九王爷恕罪，小婉一路劳乏，想去歇息歇息。好，好，送九王爷。好，我明儿再来看你。啊，臣罪该万死，请太后降罪。是什么事儿把你吓成这个样子？快起来说吧。谢太后恩典。到底为了什么事啊？这……你们都下去。啊，现在你可以说了。臣奉命到江南去巡视，九王爷三番两次颁下令谕，命臣把董小宛接进京来。董小宛？董小宛是什么人呢？是秦淮河上的一名歌女。请太后降罪。九王爷的脾气我很清楚，这个不怪你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呢？臣蒙太后恩宠，一向是什么事情都不敢隐瞒，只是这次臣存了点私心。私心？望太后念臣一片痴情，饶恕臣的死罪。哦，原来你是想用董小宛绊住九王爷。你好在我这儿。臣该死。你们两个冤家真叫我没法子。出去吧。多尔衮给皇嫂请安。罢了。是谁惹您生气了？我在恨我自己，没想到我现在连个歌女都不如了。王嫂，这究竟是什么事啊？我问你，董
董小婉是怎么回事啊？是谁告诉你的？哼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是，是。瞧你的，个子这么大，胆子那么小，敢偷嘴吃，怎么就不敢承认了呢？我不会为这个事情生气的。你我的事情还不能公开，你自从福静死了之后，还没有续弦。我倒希望你找到一个很合适的人。明儿个你把他带进宫里来让我看一看，要是真的好的话，我就让你们成婚。这个怎么？放心吧，我不会把你的美人给吃了的。陪我到里边去。是，遵旨。董小宛参见皇太后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来，走过来让我看看你。要不是我亲眼看见，真不相信天下会有这么俊俏的美人。难怪九王爷要从江南把你接到这儿来。对了，董姑娘跟我有缘，一见面我就喜欢她。我想留她在宫里陪我几天。这个怎么，九王爷舍不得是不是啊？不不不，她是汉女，留在宫里恐怕与礼法不合。哦，这倒没有关系，都有我呢。是。九王爷，各位大臣都在文华殿等着你议事呢，你该去了。是。装又轻柔又合身，穿起来一定比我们的旗装舒服的多了。太后要是喜欢，小婉可以给太后做一套。哦，你还会做针线呢？是的，可是做得不好。皇上驾到。皇上他很随和的。好奇先起来吧。谢母后。
拜见皇上吧。见皇上，姑娘刚从江南来，没见过宫里的景致，皇上陪她到御花园去看看吧。啊，哦，好好，我们去吧。帝王，我认为最好的一位是明太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创立了一个最好的执政制度。我们现在虽然也采用了，可是还是有很多陋习没有改除。一旦我能执政，首先要消除满汉界限，使天下大同，所有的百姓一视同仁，不分彼此。皇上说得好，只怕做起来不容易吧。只要你跟洪师傅肯帮忙，我相信做得到的。哦，昨天晚上我填好了一首词，不知道好不好，请你看看。皇上的意作自然是好的。你还没看呢，怎么知道好呢？这首词都是我心里的话。说留董姑娘在宫里住几天的，现在快半个月了。是吗？日子过得可真快呀。所以我想今天接董姑娘回去了。九王爷来得正好，我恰巧有件大事要跟你商议。哦，什么事啊？自从先王归天，皇上六岁登基，这十几年的朝政都由九王爷一人掌管，
使大清的国运日益昌隆，舅王爷真是劳苦功高。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想叫皇上表示孝心，以后尊称九王爷为皇父。哦，回头我让内院下一道诏书，也好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九王爷德高望重，实至名归。谢皇嫂恩典。皇上，快给皇父行礼。叩拜皇父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九王爷认了皇子，应该送一点什么见面礼呀？哎，皇上说吧，什么都行啊。真的？哎，普天下都属于皇上，只要说得出，我就办得到。皇上，快谢皇父的恩典。这个，快谢呀！叩谢皇父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皇上到底喜欢什么呢？自从董姑娘进宫以后，皇上对她非常的喜欢。我看九王爷就把董姑娘送给皇上吧。啊，皇上一直要我立小婉为妃。我好了，这会儿可达到你的愿望了。这与国法不合。怎么了？满不点元，汉不选妃，咱们的人不能够考状元，怎么能选汉女做妃子呢？这个我早就想好办法了，宣董阿硕进宫。查。皇嫂，这件事可不能胡来呀。是啊，只顾着咱们商议，还没问问人家董姑娘愿不愿意呢。传董姑娘。是。这件事就算是董姑娘愿意，也应该先跟皇后商量一下才对。那倒不必了，三宫六院是祖宗的家法，皇上总要选妃子的，还轮得到皇后反对吗？皇上，九王爷，起来吧。董姑娘，你过来。上来。我想把你册立给皇上做妃子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。他有跟皇上的恩典，本当从命，只是小婉出身寒微，不配立为妃子，还是让我一辈子伺候太后您吧。董姑娘既然不愿意，这件事就慢慢再谈吧。事到如今也由不得你做主了，我跟皇上都很喜爱你，只有把你册立为妃子，才使我们娘儿俩心安。启奏太后，董阿硕在宫外候旨召见。叫他进来。扎。九王爷是你们的大媒，快上去谢恩吧。来来来，我们一块儿谢。谢皇父。谢王爷。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算了。
内务大臣董和硕，请太后安。免礼。谢太后。皇上想册立董小宛为妃子，可是祖宗的家法，汉女不准入宫，我想叫她拜在你的膝下为义女，从此改姓董娥，就算入齐了。谢太后皇上恩典。董娥硕姓董娥，小宛姓董，姓氏不同，怎么能认为妇女呢？怎么不成呢？董娥跟董只差一个字，没关系。来来，快见过义父。拜见义父。不敢当，请起。奴才不知有此恩典，没有预备礼物。这赤玉鱼是先王所赐，送给姑娘，略表一点心意。哎，好好好。谢义父赏赐。董娥硕，扎，你立刻去筹备典礼，再让洪承畴草一道侧妃的诏书。扎。而董娥氏捆犯端庄，礼容冒险，滋养称皇太后慈玉，册封而为皇贵妃，上期养成赐命，续令得以长随，指和保家，少方恢于义貌，亲在。谢皇太后恩典，谢皇上恩典。请贵妃往坤宁宫拜见皇后。起来吧，谢皇后。怪不得皇上要册立你为贵妃。长得可真美呀、你要知道，你虽然归了齐，可是终究是个汉女，按理汉女是不能做贵妃的，你知道吗？臣妾知道。现在既然是皇太后做的主，让皇上册立了你，我也就不跟你计较了。谢皇后恩典。可是你要放明白点儿，别仗着皇上的宠爱就在宫里胆大妄为。臣妾不敢。你以前所做的什么事情我都知道，你要是安分守己便罢了，要不然我统理六宫，随时都能废了你。还有，皇上的龙体一向都很健康，如今有了你这个妖精来缠着他，可就难保了。日后要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就唯你试问。去吧。
真是不同凡响。谢皇上夸奖。不要说这些客气话。由今天起，我们就是夫妇了。怎么，你不舒服吗？没什么，就是有点累了。哦，想是整天行李辛苦了。我不打搅你了。谢皇上。以后免去这些俗礼，在这个宫里我们就像普通百姓一样。是，你歇着吧，我到乾清宫去，明天再来。听敬事房说，侧妃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，可是皇上从来没有在关随宫跟贵妃一起留宿过。是的，他们两人天天在一起画画论诗谈谈唱唱的，不过有时剩下贵妃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总是愁眉不展的。哦，最近贵妃时常在晚上到御花园去烧香祷告。她祷告什么？嗯，你要是有机会听见她祷告什么，你马上来告诉我。是。你回去告诉贵妃，说皇上跟太后都很宠爱她，要她把握这个机会，不久以后就可以杀死多尔衮，为天下人报仇。好。还有皇后为人阴险毒辣，她知道皇上宠爱贵妃，所以非常记恨，你叫贵妃要处处小心。这酒你带回去献给皇上。什么酒啊？哦，这是为皇上跟贵妃特配的合欢酒，喝了可以延年益寿。啊，你去吧。是。酒是洪大人贡献的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慢着。怎么了？让我先尝尝。的意思是，我是怕有人冒洪大人的名义在酒里。小婉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样感谢你。下棋吧。哦，敬你一杯。谢皇上。哎，奇怪，这个不知道叫什么酒，喝在肚子里又热又香。是很香。
赵太后，董娥妃掉临盆了，太医跟稳婆都在关随宫伺候着呢。嗯，你再去打听，有什么消息立刻禀报。啊，禀报皇后，关随宫贵妃将要生产了，太医跟稳婆都已经宣召进宫了。嗯，再去探听，有什么消息立刻禀报。扎。启禀皇上，贵妃怎么样了？你快说。太医和稳婆都在贵妃身边伺候，说是有事请示皇上。什么事啊？太医说贵妃玉体单薄，万一难以两全，是保贵妃呢还是保皇子？去传谕太医，要是不能两全，最要紧的先保贵妃平安。听清楚了没有？遵旨。快去。查。皇上不必了，太医不过是来请示而已，臣以为一定是平安无事。四皇子为太子。皇上怎么知道贵妃生的一定是皇子呢？恭喜皇上，恭喜皇上。启禀皇上，皇子降生了。贵妃呢？贵妃平安。皇上大喜。谢皇上。贵妃的身子怎么样？贵妃玉体安康，已经睡着了。嗯，皇子呢？我进去看看。请皇上恕罪，不满一月皇上不宜进去。请皇上回乾清宫休息吧。不，我要在这儿多听一会儿。何必这么早就立太子呢？等皇子们长大了，看谁强就立谁。这孩子最强，我一看就知道。刚满月不久的孩子，怎么强自会儿也看不出来。何况贵妃究竟是个汉人，满人汉人有什么分别呢？我就是要给普天下的一个榜样，叫他们知道朝廷对满汉一家的心意。你总是说满汉一家，究竟怎么个一家呢？我认为满洲人跟汉人应该一律看淡，中原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，有良好的执政制度，我们应该学汉人，用他们的方法来治理天下。这一定又是洪承畴的胡言乱语，皇上千万不能信，更不能这么做。要是依了皇上的话，满汉不分，
不出50年，我们满洲人就让汉人同化了。不会，名为邦本，本固邦你。现在天下的百姓都是汉人，如果我们满洲人想在中原长保江山的话，首先要得到汉人的拥护。我一定要立皇子为太子。皇上还没有亲政，这些个国家大事最好就不要管。我虽然没有亲政，可是我是皇上，我应该管。敢？好了，都别说了，你们应该父慈子孝，怎么可以争吵呢？哼，就是要立太子，也要由八旗王来决定，这是咱们的家。这个家法，哼，要改家法没那么容易。当初我就主张九哥你自个儿做皇上，可是你不肯，一定要把这个娃娃捧出来。现在倒好，他还没有亲政呢，就管到咱们头上。我有我的苦衷。哎，可是咱们千辛万苦打下来的江山不能这样白白的送掉，干脆废了他。不，皇上还年轻，他不懂什么，他受了洪承畴他们的挑唆，这帮汉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，还不如趁早把他们都杀了。对，玉皇爷的话很对。时机没到，西南半壁江山还没有平定，要是现在就把洪承畴他们给杀了，其他的降将会寒心的，尤其是吴三桂在云南已经不稳，可能生变。眼前最重要的是把京畿守稳，以防突变。何乐会，查命你接管九门提督之职。谢皇父恩典。你要多加小心呐。查来人呐！打！传张太医。打！传张太医干什么？哼！天下是咱们满洲人的天下，我绝不能让董小宛的孩子立成太子。对，斩草除根。请皇上赐皇儿一个名字吧。好，叫他荣好啊，荣华富贵的荣。好，让我抱抱他。哦，不，让他睡吧。哦。皇上，张太医来替皇子诊脉。哦，皇儿又没有病，用不着诊脉了。这是宫里的规矩，还是小心点好。你去传他进来。是。脉理怎么样？贵妃，皇子受过惊啊？没有啊。奇怪，怎么了？皇子的脉理一向平和，今天突然很乱，是不是有病？照脉理推断，是惊风。不会吧？那你赶快去开张方子。遵旨。Thank you.
贵妃呢？睡着了。皇子的病怎么样了？吃过了药以后又哭了一阵子，后来也睡了。哦。皇上。嗯。哦，皇上。你睡吧，我看看蓉儿。一定另有缘故，我立刻召洪师傅跟切尔哈郎审问张太医。张京人，诸位太医证明你下毒害死皇子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冤枉的，冤枉的。王爷，不用大刑，谅他也不肯招认。嗯，用刑。冤枉的王爷，冤枉的。啊！张敬仁把实情全糟了。是。你再去打听打听，有什么消息立刻回报。啊。九哥，事到如今，只有先下手为强啊！九哥，不能再犹豫了。正亲王切尔哈郎也有一部分兵权，要是动手迟了，恐有不利呀、啊！请皇父当机立断。好，就在我四十大庆的那天，咱们动手。该怎么办？九哥吩咐。你先把兵埋伏在寿堂的两边，等皇上驾到，立刻把王府包围，所有的宾客许进不许出。对，时机一到，我马上动手，先杀皇上。不，不能杀皇上。怎么？汉人要知道咱们内乱，可能会趁机造反的。不行啊，要是留着他，咱们后患无穷啊。把他压得圣经先软禁起来，让他永远不能轻政。那洪承畴他们呢？当场处死。你们俩负责布置，一切要小心谨慎。是。扎，把张晋仁立刻凌迟处死。遵旨。不，留下活口，要八旗王宫会审。砍多尔衮还有什么话说？你们两个人的意思怎么样？八旗王宫里除了郑王爷之外，全是多尔衮的党羽，谁也把他奈何不得。
而且要是多尔衮就此翻了脸，那就更不堪设想了。难道就此罢了？臣以为此仇只可私报。私报？嗯，怎么个私报法呢？这杀了他，杀了他，谋害皇子已经是大逆不道的死罪，何况他祸国殃民，违背皇上满汉一家的志愿，这种人要是再让他执政下去，老百姓还有好日子过吗？皇上总还记得太宗文皇帝死得不明不白，连皇上的胞兄肃亲王也一样，如今多尔衮又要太后下嫁，只怕将来连臣妾也逃不过他的手心。对，这种禽兽非杀不可。皇上请小声一点，谨防隔墙有耳。嗯，不过他一身武功，平时防备又严，怎么样下手呢？那这郑王爷和洪师傅想法子了。嗯，臣以为硬来不妥，最好用毒。用毒？嗯，皇上，多尔衮的寿辰就快到了。盖世无双啊！要不是皇父力争经营，咱们大清国哪会有今天这么兴隆呢？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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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都是皇上的鸿福啊！臣洪承畴恭贺皇父万寿无疆。不敢当，请起。请各位王爷安。洪大人，听说皇上对你很信任，那么以后的朝政要归你一个人掌管喽？臣不敢。哼，谅你也没这个胆子。玉文，今天是皇父的千秋寿诞，我们饮酒取乐，不谈朝政。
在。你可知道皇上就要来给皇父拜寿了。哦，听说董娥妃也要来。董娥妃也要来？是他自己要来的吗？臣不知，这个时候恐怕已经起驾了。玉王爷，今天不管什么事都要听我的令谕，回头皇上来了咱们安安静静喝酒，谁也不许借酒闹事。是。禀王爷，皇上驾到。接驾。今天是皇父千秋寿诞，不必行此大礼。是，小婉一直惦记着皇父的好处，一定要亲自来拜寿。还给皇父带来了寿礼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皇上请。专程恭贺皇父千秋，请皇父上座受礼。哪有这个道理？皇上既然来了，今天咱们一家子要好好的多喝几杯。还是皇上先请上座。我替皇上向皇父拜寿吧，祝皇父万寿无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启禀王爷，寿堂的酒席都已经预备好了。皇上请入席吧。请。贵妃赐饮。多谢皇父。皇父寿辰无以奉献，特地预备了点酒孝敬皇父三杯。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献酒。是。是什么酒这么珍贵？江南女儿香。哦，那倒要尝一尝。那倒要尝一尝。
杯敬贺皇父，愿皇父万寿无疆。皇上赐饮，不敢不受。愿上苍保佑皇上福寿康宁。皇上恩典已经谢礼，我借花献佛，再敬皇上和贵妃一杯。体欠安，不宜多饮，可是皇父的恩情又不敢不受，不如我就跟皇父互敬一杯吧。皇父请。请。等一等，九哥，你不是有话要启奏皇上吗？何不现在就说呢？皇父，今天是您的好日子，有什么话喝完了再说吧。请。请。为什么你？九哥，你怎么了你？九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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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。你是我，你是我的亲，我九哥，九哥，九哥，来人呐，来人呐！剥夺谋害皇父，拿下！啊！怎么，你们要造反吗？押下去！啊！小婉，皇上，镇压乱党要紧。不错。郑王爷，他把所有的乱党一起拿下，后朕亲自审问。请皇上放心，已经派兵将王府包围，一个不会漏网。如有不从，格杀勿论。查。请皇上贵妃先回宫歇息，这儿的事由臣跟郑王爷来处理。起驾。皇上起驾。奉皇上贵妃。洪承畴恭请太后圣安。起来。谢太后。这几天怎么总没看见你？
请太后恕罪，因为皇上改革新政，每天国事繁忙，所以没来给您请安。红尘愁，你真叫我灰心。请太后明示，你不该挑拨皇上谋害九王爷。太后明鉴，臣斗胆也不敢做此大逆不道之事。那么是谁的主意？董阿妃主使，郑王爷协从，臣是在与此事无关。哦，你没有参与？臣曾经再三检奏，无奈皇上一意孤行。那么你为什么不来密报呢？这，哼，又是存了一点私心，是不是啊？臣不敢，臣恐慌。算了，也别再找理由了。这也是九王爷罪孽深重，才遭了这样的报应。我谁都不怪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皇上没有办过大事，各亲王的韬略又都不够，以后的朝政要你偏劳了。太后放心，臣誓死效忠，绝无二致。嗯，臣告退。怎么，你不想陪我谈谈？臣来这儿坐。是去了。哎，咱们再谈一会儿。你明儿个不是还可以再来吗？好吧，那我走了。小心点，别让人看见。嗯。哎。去。清楚，好像是董阿妃。你看，真是他。这个荷包是我叫他绣的。哦，那要快点想办法，要不然这一张扬出去可就麻烦了。生生死死的事情太多了，我不想再作孽了。太后，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不但臣的性命难保，就是对太后的颜面也不好看。董阿妃为人奸诈，这个把柄要是让她抓住了，以后恐怕对你不利。
就借九王爷的事情，明天叫宗人府治他死罪。臣以为不然，皇父的事情已经过去，不宜再加审问。况且皇上对他特别宠爱。那么依你呢？以臣之见，不如神不知鬼不觉把他给。小婉。皇上，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。什么事情这么高兴、啊、我待会儿告诉你。带着传御膳房预备一桌酒席来。是。我一定要好好的庆贺庆贺。到底是什么事呀？你猜猜看。我猜不着。我不是说过我要游历名山大川，顺便考察民间的疾苦吗？我决定明天就去。皇上怎么突然决定明天出巡呢？这是太后的意思，叫我明天回圣京去祭祖。本来我想带你两个人一块儿去，太后认为跟礼法不合，所以不准。我知道了。等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我跟你两个人到江南去玩玩。皇上，怎么了？我有什么话你说。没什么，关外天气寒冷，皇上早晚当心。这个我知道。皇上，你把这个带在身边，就好像小婉随侍左右。哎，你不要难过，我两个月就回来。啊，你唱首曲子给我听，就算是给我送行。
谢皇上。太后请安。你们都下去吧。长，什么吩咐？你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我敢吩咐吗？奴婢不敢，请太后训诲。哼，你眼睛里哪还有我呢？你竟敢在皇上面前离间我们母子，还挑唆皇上谋害皇父，我问你，你知罪吗？奴婢不敢，请太后明示。你还想赖？洪承畴已经全都告诉我了。真没想到，要不是九王爷从江南把你招到京里来，你怎么能由歌女变成贵妃呢？你不但不知恩图报，反而用毒酒害死九王爷。他跟你有何冤何仇，你要下这样的毒手？你说。我恨他，是因为他残忍毒辣；我杀他，是为了替普天下的老百姓报仇。住口！以小犯上，你知道是什么罪吗？现在大仇已报，心愿已了，出主意的是我，动手的也是我。请太后赐奴婢一死吧。我会成全你的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奴婢没有什么话要说，只求太后答应奴婢一件事。小婉你死不足惜，可是皇上待奴婢情深似海，求太后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皇上。小婉虽死无怨。
妃是怎么死的？她得的什么病？快点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贵妃被太后召到慈宁宫去，一直就没有回来。听说是得疾病死的。母后，乔婉是怎么死的？你一路上辛苦了，快起来。不，您告诉我他到底是怎么死的，您告诉我。那天我叫他来做针线，他忽然得了暴病，太医还没有传到，他就死了。他的灵亭在哪儿？您快告诉我，我要去陪他。嗯，他的灵已经运回江南去了。是臣派人护送的。你要去干什么？我要到江南去找他，他不能没有我，我也不能没有他。孩子，你去江南也没有用了，他……贵妃已经下葬了，皇上就是赶去看也看不见了。皇上先节哀，歇息歇息，等明年开春，臣陪皇上去祭奠。这块翠牌，贵妃什么时候让你交给我的？是在临去慈宁宫以前。他为什么要交给你呢？当时奴婢也很怀疑，贵妃说把带在身边掉了。其中一定另有缘故，我要去问问太后，我要去问问太后。你要问我什么？叩见母后。你起来吧。您告诉我，小婉究竟是怎么死的？
请您告诉我。求求你，快告诉我吧。你起来，我告诉你。你们都给我下去。啊。好慈悲，快告诉我。小婉没有死。真的？小婉真的没有死？那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他在冷宫里念佛修行。我现在就去找他。站住！我不许你再跟他见面。为什么？他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。啊！因为我知道，害死九王爷是他主谋的。不是他，是我。是你？是，我恨他。五号，你怎么了？五号，你怎么了？你知道九王爷是谁吗？他就是你亲生的父亲。都是我不好，这些年来我一直没告诉你，没想到你父亲派张太医害死你的儿子，你又毒死了自己的父亲。请您处罚我这个忤逆不孝的儿子吧。这不怪你，你去找小婉吧。给贵妃请安。不敢当。洪大人到这儿来干什么？给贵妃报信儿来了，皇上今天回来了。听说皇上要接贵妃回宫去。我现在已经跳出红尘，不会再回去了。我不相信你的话。难道荣华富贵你不愿要？小婉深入佛门，四大皆空，荣华富贵
在小婉看来只是过眼烟云。再说我已经答应过太后，永远不再与皇上相见。你虽然不要见皇上，可是皇上一定会来找你的，到那个时候我的性命可就难保了。洪大人是太后的得力宠臣，一言九鼎，操纵了满朝文武的生杀大权。有太后的庇护，就是皇上也奈何你不得。记得在进京之前，洪大人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天下苍生着想，小婉是深受感动才随洪大人进京来，满想推翻暴政，成就百姓于水火之中。可是现在小婉是万分的痛心，原来洪大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你自己打算，像你这样无信无义的人怎么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，怎么对得起天下的百姓。你现在知道已经来不及了，我要除掉你。贵妃，贵妃，皇上就到。舅舅，舅舅，你为什么要杀贵妃呢？你少管。舅舅，舅舅，哎呀，哎呀，舅舅，贵妃，啊，呆子，皇后带了好多人就要到这儿来了。皇后驾到。洪承畴给皇后请安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皇后是否已经知道董娥妃就住在这儿？我知道，我就是找她来的。皇上就要接她回宫去了，我要毁了她的脸，让他再也得不到皇上的宠爱。这样做岂不是太便宜了贵妃了吗？况且要是皇上知道了也不大妥当。依你说该怎么办呢？恕臣放肆。这样可以毁尸灭迹，死无对证。很好。臣告退。放火烧冷宫。扎。翠屏，你走吧。要是见到了皇上，就说小婉不能伺候皇上，请皇上珍重龙体，不要以我为念。请皇上千万不要忘了满汉一家的报复，以后再也不要听信洪承畴的话。你去吧。不，你不走，我也不走，死咱们也要死在一块。
啊，走。皇上，救也来不及了，还是站在这儿看一会儿吧。你，哎呦，你们，哎呦，别拉我，救我！太后驾到！是怎么起的火？你们放开我！不好，我要去找小婉。孩子，你是皇上，你不能冒险。他死了，我也不能活。我要去找他。皇上，你们不要拉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